得我开灯给恁看。你向谁伫遮开灯？人来看着会惊，我怎啊再坐伊啊？坐咧公共所在，较袂惊。我开灯给恁看。我名叫杨清辉，四十八年出十月二日生的，我伫万达大政府服务十二三天啊，而且过十八岁啦。袂当做歹代志。苹果募集100位爆料公民，每月独家爆料2则以上照片或影片，如采用当月就发20000元奖金。爆料拿奖一举数得，照片1000，影片2000元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。全民监督社会，从爆料做起。爆料请打电话或用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